跌撞撞，人间一趟难免会沮丧，就当疼痛都是假象。当黑就狂奔去远方，摘掉那些无聊的伪装，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让让林哥也曾在黑夜中彷徨，也曾被轻易的遗忘。哥，经侦查到哪儿了呀？草莓。那马浩找到了吗？没。我总结一下啊，信息点七零八五，基本上是。刚签订和平条约吗？哎呀，这事宜有两个月了吧，鸡飞狗跳。肉，小姨，我不太舒服，我不想吃了。喜怒哀乐，你这是已经到哀了呀？李姐说过喜欢我，但是现在她自己放弃了。哎，女人就都是口心非，重点是，哥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心里很不舒服，而且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哎呦，我怎么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学会逃避处理了。你要是真不喜欢人家姑娘，你就赶紧跟人家说清楚。我觉得人家李浅挺好的呀，性格又好，长得又可爱，肯定抢手。你别自己在这儿糊涂不开心，还拉着人家一起不高兴。我知道，别闲吃萝卜淡操心。我只是在想，金针既然已经怀疑到了曹梅，那她接下来很有可能做的几件事情是什么？说到这儿，因为金针去找了你，我就猜测他们一定是查到了什么。所以呢，我就排查了我们身边所有人的信息资料，结果你猜怎么着？少卖关子。你姨妈，也就是我亲妈的信息资料，不知道为什么被人给扒拉出来了，而且还挂到了网络上。最蹊跷的是，竟然还有人匿名购买了她的资料。我记得去年我带我姨妈去日本疗养，当时她因病走失。后来我跟当地的大使馆、同学群还有互助团体都有求助过。大使馆是不会泄露个人信息资料的，但是非官方团体里面的某些人可就说不定了。总之我会继续跟进。戚伟，我要所有供应商的背景详情。供应商，林总，你是要标出所有和曹总有关的供应商资料？觉得他下一步要从此处下手？他为了撇清怀疑，肯定会找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合作供应商，所以一定要查仔细一些。明白。啊，不想吃了。吓死！宁总居然没反驳你。
你呀，还是搞清楚重点吧。我哥一个情绪认知障碍的人，现在竟然谈恋爱了，这不是医学奇迹吗？可你这招要是不灵的话，恐怕宁总要把你赶出去了。不可能。据我分析啊，距离我哥来请我当他的狗头军师已经不远了。多啦，怎么了？同志们，醒醒！我宣布，今天我和宁昌明，我们终于彻底说清楚了，我们俩结束了。来庆祝一下好吗？你来庆祝什么呀？你们去的是警察局，又不是民政局，交代个情况，把感情都给交代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对。哎呀，好了，不说了啊，都走。我鼓掌。跟你喝到天亮。什么宁成明，什么李琛，什么爱情，我们都不要了，好吧？来，喝。举起来，喝酒，友谊万岁！友谊万岁！友谊万岁！来来来。有你什么事儿啊？咱们俩的账还没算完呢。这有什么账？啥？我委屈。别演，你这招在我这儿没用，好好说话。是，我承认，我没有跟你说，我就卖掉公司，希望不对。你有心就撒出来行吧，你打我，你骂我，我都忍。你别不理我行不行啊？行了，哪敢生你的气啊，顾总，反正甩手掌柜你最擅长。哎呀，你让人家说完嘛！说，于青青，李姐，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比我更适合管理公司，是你告诉我的。你说，高新技术服务业在未来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仅能够提供非常多的就业岗位，还能够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专利。我当时听了，所以我就想着我们一停，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当初你为了摆脱家里，专门去调查我对什么行业感兴趣，就想拉着我一起创业，啊！现在你跟我说这个，你该不会是想说，你看，这是你离钱想做的，所以我干不下去了。我告诉你啊，这个锅我不背。我被他气死了。来，我说你这从小到大自卑到不敢承认自己真实想法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
我的能力不如你，不如我姐，不如你们所有人。我做什么？我不管我做什么，我家里都满意，都不满意。我做什么都是累赘，那我不如不做好了。反正最后都会成为小。行啊，胆小鬼，现在我开始怪你姐了是吗？谁强谁有错，是不是？顾哲，你有没有冷静下来想过，你究竟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利出来跟我创业？可是我姐，她的能力就是不行。是，李姐她跟我不一样，可能方式也不是你想要的，但是正因为她承担了故事，你才能够顺利脱身，让你，让我们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知道我跟祖国在哪儿了？你说呢？你是不是傻呀？啊？我是谁啊？我是你的全能秘书，全能的。就是，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嗯，顾哲，你能找到你想做的事情，我们，谁都要开心，真的。我只是一直在等你自己亲口告诉我这件事情罢了。谢你在我生命中出现。哎呦呦呦，哎呦呦，那些有想来的昨天，好遗憾对你的不满足未曾早一点。哎呦，你想多了，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哎呦，就算你不说，难道我们就不会嫌弃你吗？照样嫌弃。哎，不说了，赶紧喝。好了，干杯！干杯！没有没有，新年快乐！我们一千年！李浅，淡定。平静，非常好。林老师，
你怎么睡在这里啊？你来了。啊！林老师，喝药了。林老师，如果将来你发现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怎么办啊？我现在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现在。让我们重启各自的生活吧。不是说好了我定主意的吗？怎么又擅作主张？啊！睡觉，好好睡觉。马浩，你来干嘛？你竟然还敢一个人来看我？你如果现在就上船走了，就真的什么都得不到。不然呢？留在这儿继续被你耍，找个合适的时机出来给你顶锅。草莓，我告诉你，自从你选择宁成名的那一刻起，我不会再相信你任何一句话。要不是我的话，你早被金针抓走了。你以为你为什么会有安全路径出城，还可以几次逃脱追捕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
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到底想干什么呀？浩，你以前怎么说都是个优等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想不通呢？宁成明是开始怀疑你了，可是我还是安全的。要是我也折了，你觉得你还能逃掉吗？我留下来，恰恰说明你还没输。金真已经开始怀疑宁成明了，这是我们的机会。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对我有防备了。你打算怎么办？我想你留在国内，等我消息。我知道他的软肋。最后一次，你回去吧。谁啊？陆彻，我问你不认识啊？我就是想上个厕所。小心我告你性骚扰！我可以负责，谁负责谁？就你这小心。你说，身材还挺好，但可惜不是我的菜。我可以再调一调。拉倒吧，我 A B C D E 都快约不过来了，就别给我添乱。第一张吧，这第二张，老弟看着像没吃饱的蒙。怎么说话呢？他是蒙，你是什么？是坏啊？挺好啊，反正注资关顶和顾家联姻的事儿一出，外人看咱们就是傻狍子老李家。我李金凡做什么事儿，还要听一些败军之将、丧家之犬之智慧吗？我管不动你的婚姻，那我还为了催你二弟呀？我看啊，我看来看去的，就是一场吧。你弟弟的这个人，做什么事儿都不靠谱，还好有这顾兰呐，把你们给管着，挺好的。上次这个宁成明见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得有十多天了吧？十多天。这下礼拜收购就完毕了。他应该带着浅浅到你们公司来，到丽荣给咱们汇报进展。这个父亲，我听说他们好像吵架了。吵架？为什么？不会他欺负你妹妹了吧？父亲，你先冷静。好像是他们上周去配合京真
协助调查马浩的事，但具体情况吧，我也不清楚。你这事儿最后我查清楚了，冯翔他诓我的钱，在欺负你妹妹。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我就让他重新做人。豆浆不错啊。还愁着呢，真没有。老李，别愁了，咱得往前看。今天晚上，姐们我带你去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八五七，八五七，八五七，八五七。你说对，管他呢，花天酒地八五七，沙雕女孩快乐针，这才是我们的生活。哎，安静点儿。去哪儿？带我呗。边儿去。我们俩这叫情商，你一个连对象都没有的，瞎掺和什么呀？就是。刺什么刺？哎，我告诉你，就是人身攻击啊！警告加一。加什么？加。啊，没事。惹恼了一个很喜欢的人，怎么样才能得到他的原谅？哎，什么呀？嗨，就是我一个男粉丝啊，平时跟我交流交流情感问题。哼，菜鸡互助。哎，顾哲，你的粉丝要知道你现实生活中是这样，会不会信仰崩塌呀？于青青啊，现实生活中你可以说我废，但是在网络世界里，你必须得承认我是一个极具有影响力的 KOL 啊。怎么着？要不找个时间，我给你科普科普我的网络魅力。你哪个部位又痒？是三角肌呢，还是肱二头肌呢？我随时都可以帮你搞一下。哎。于老师，咱们克制一下，人家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搞个直播，你这一下又给他打怂了，到时候，哭着喊着要回来，受苦受累的还不是咱们俩吗？有理啊，是不是？所以顾着，你打算怎么回他呀？我还没想好，不过得慎重点，这女孩对他挺重要的。一般来说呢，男朋友犯了错，好好哄哄。血就消了，一看他这个情况吧，就是犯了大错，扎完之后又回头求原谅，这不就是贱吗？嗯，谁贱？嗯，于老师，果然是感情经验丰富之人，思考角度果然不一样。既然是个渣男。那就必须好好治一治，要我说，那就得让他大出血，使劲薅羊毛，这才能让他长记性。嗯，李老师果然是学经济学的高材生。不可以，我看靠谱。顾哲，我说你记啊。哎，等会，两位姐姐，这个小的还得靠这个糊口饭吃。有意见？不敢。觉得我这情感主播的路走到尽头了呢。是我想法，林总，我觉得这家公司可能会出问题。这家公司确实跟草莓毫无关联，而且即将发布的车载芯片，他们也是供应商之一，的确有理由会认为他们出问题。但是我认为，更有可能是这家劫持。怎么会是他们呢？跟他们的合约下个月到期，要保证供货时间，本月就得进行续约。啊，我明白了，林总，我这就着手梳理，下一步能够作为后备供应商的名单，以备不患。要等他们先动手。嗯，对了，我让你买了东西。你就买到了？我走了好几条街呀，林总，不瞒您说。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瞒女生的款式，还被问了好多问题，可尴尬了。东西呢？出去一个字都不许跟别人说。明白。这个东西对他有用吗？现在是8月8号上午10点整，我关鼎集团的助理总裁李潜在此郑重地向尊敬的宁成敏总裁汇报工作。今天的工作有：一、行政及人事部门解决新合同的签署问题；第二，财务部门已经李潜到。小数点错了。完了，昨天喝大了，这都没看出来。本来说今天要做个完美无缺的社畜，让宁成敏一点机会都找不到。出师未捷呀！对不起，没有关系。啊？我说没有关系。这个都是内部合同嘛，我自己看就好。下次稍微仔细一点。你啊，那我先出去了。宁总，昨天晚上对不起，以后不会再有了。我保证。还有，这个还给你。那个，你等一下。其他的吩咐吗？我就这么干站着，很快，10分钟。啊，对，那个，这个送给你。我？对，打开看一下。这是。啊，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啊，公司给你准备了生日。啊，我生日还有半年呢，宁总。戚薇，高管生日都搞错，下班前把辞职报告递上。既然搞错了，那就收拾吧，毕竟进进出出的也挺费鞋的。费鞋。这款价格不便宜吧？至少也得我半个月工资呢。喜欢就好。怎么觉得有点熟悉呢？你就这么回答？要想挽回一个女孩子的心，那就必须得真情实意，真金白银。比如说，送她一双限量版的球鞋，越贵越好，最好是绝版的，一双不够。得来一对情侣款，可得让这个渣男体会一把人财两失的滋味。老李果然是人不狠，江山不稳呐。谢谢宁总，那我就先出去了。
还有什么吩咐吗，宁总？哎呀，掉了，麻烦捡一下。哦。情侣鞋，这么邪乎的吗？宁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哟，齐薇买的也是这款，这不喜欢吗？哎呀，我听说他挑了好久呢，那没事，不喜欢我让他换。哎，不用，喜欢，老板送的我都喜欢。那我这次真出去。哎，你等一下。那个，齐伟还买了一份礼，你这个也拿着吧。这件我听青青，我听于总说啊，得在网上预约好久呢。啊。这么巧，又是同款。哟，这个齐伟真的工作是越来越偷懒了。哎呀，真的是要扣点工资，所以这个衣服喜欢了。那狐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情绪又开始紊乱障碍了。不喜欢。喜欢，我特别喜欢。谢谢老板，那我先走了。所以他这个是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像星光的孤寂，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只因为拥抱你。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曲才所谓结局，哪怕是梦境。